我们今天看能不能帮他双料那个停损啊，19-20，19-20，今天这个精华就有了，两个都19-20中啊，点 ，Go， 有保底了 ，OK， 有保底了，接收奖励，哇，干恶魔，恶魔到，我死期恶魔都有，哎，人生好难，啊，哎干，然后他说一点之后他处理。请问他的处理是要处理这个金子娃呢，还是处理我？搞不好我看能补救一下。哎，救援投手，我们先把卡 all in， 好不好？直接又中一指，等一下直接四红合一指，好不好？老板，抱歉，虚惊一场，我们还是中了。我们还没有结束嘛？还没结束。老板不会生气，他怎么会生气呢？他直接笑着跟你说：“丁丁，那个车我帮你准备好，记得上车。”不会吧？不会。一了一了一了，各位一了一了，我们现在再两张，再拼一次纸娃，好吧，再拼一次纸娃，搞不好直接中。52张蓝可以合送你裸奔，好，你准备裸奔，好，我跟你讲，你准备裸奔。Go， 各位结束，结束了 ，OK， 我们可以再合一发，看研磨不会没有吧？你不会没有研磨吧？还有研磨 ，OK， 来，可以，我们不到最后绝不轻言放弃。这时候如果你放弃了，比赛就结束了，这一波操作吓吓你们的，子娃在这里。刚刚那个裸奔的在吗？拜托，就是这一趴了，突破精华第二段，上下级合成。我的剑气，拜托死亡骑士再次降。到底是三小，哇哦！看，可是运气用错地方了。我们再抽两张红，看能不能再抽两张，有没有办法？小咪，有没有办法抽两张红？我是不是要买礼包？是不是把卡包开完？我们还有机会，不要放弃啊！我们不要让百鬼老板多花钱，千万不要。我们就拼到最后一发，再来两红，拜托，再来两红。我们今天子娃自己喝出来，不靠保底，自己喝出来。什么铁律啊？最好是那么好中红啦！我这样已经很强，我今天的红卡量，你们去回头算一下，我今天的红卡量已经超凡入胜了。他打电话过来说：“林林，现在怎么办？”我搞定了，老板，两张紫娃没问题。好，我们赶快快 ，hurry up！ 在他发现之前，不要去带他。各位，请不要去标记百鬼老板，也不要打小报告，我在解决了。我们重要的是危机处理方式。我们要立刻危机处理。完了，圣虎豹，不会，他们可能在路上。他们现在应该以时速180公里的速度在飙往我的直播间。我现在感觉背脊发凉。真的这么硬？难道要海底捞月了吗？最后一包，海底捞月！哇！海底捞月，哇，可以，哇，我的屁脊发凉，不都有？是不是？我不要看清楚，都有，而且是不要放弃啊！请给我你们的力量，集中你们的心智，祝福丁丁，拜托，一直11%，今天最强的 V 转，极致反转，合成紫娃单身。Fuck！ 我不能再一点钱给老板惊喜。好，我们合成，没事，我们还可以合成，我们来合成，还有合成，不要放弃，我们还可以合成，合成合四红，23蓝出四红，大力出奇迹。如果我23蓝出四红啊，是不是有人要裸奔啊？还是有人要吃键盘啊？刚刚那个裸奔仔在吗？我没有在挣扎，我在危机处理。干，再一张，拜托！再错赛了。好，来了，就把音乐关掉。喂 ，Hello，
目前状况怎么样？目前状况就是可以做金布了，娃娃缺一张保底。好，那我看一下哦，你有没有那个紫传说可以点？紫传说是指哪一个？紫娃传说卡有，然后你那个特殊娃娃卡也有。特殊娃娃就是你之前做那个红娃，直接开红娃那个什么都晚熊那些，这两个都有。点娃娃抽彩虹卡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彩虹卡或是做特殊英雄，就是那个保底红卡，之前你拼那个10%的，这两个 CP 值比较高，因为我是认为看要不要直接再拼一张合成的紫娃。那你把20万拿去换成点数，然后我们要做紫娃卡传说。你要做紫娃卡传说？对，紫娃卡传说制作。对，然后你去换钻，不要换错哦。啊，这个袋子我没有换错，我没换错。手都在抖啦。然后袋子一次90个，我们现在袋子全换完，我看全换完的话有3000多个袋子。你直接38，然后第二次过。第二次。失败。海底捞月。失败。我们先做进步。这个紫娃我到时候再跟戴开研究怎么搞。成功率 15%， 我们有3次机会，31张工匠卷轴。你第四把。第四把按紫上。好。一。二。三。四。一发中。失败。第二发。第二发两次。第二次紫上。一。二。15% 中，失败。第三发上，好，二三，金布被锁了，好硬哦，失败。应该不是金布被锁，应该是你运气在锁你。我在锁你吗？不可能，我不可能锁住你的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看来又是一个一事无成的夜晚。怎么会这样子？我要过去吗？还是我现在今天就不要出现了？那你过来赎罪去喝酒。